我们要连线的是南方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，在这一次的抗疫过程当中，中药、中医又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那包括我们学校也是专门改编了一个和中药有关的歌曲，叫做《药香》。一首歌曲叫《药香》，听上去就很有意思，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好不好？那我们一起来。这个房记录，若你有太多的抱怨背不住，就不每天早起晨读。为什么你会这么的脆弱懒惰？请你停下脚步，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。我们是不是有天赋，把握此时跟我背诵方歌？还记得吗？荒唐中央的规制，杏仁和甘草一种四百世轻轻唱。